有网友提问，半夜上厕所总是感觉有一双无形的大手紧紧抓住我的双腿，让我无法移动，请问是怎么回事呢？它是蹲便还是坐便？是蹲便。如果是蹲便的情况下，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属于是腿蹲麻了。蹲麻了哈，对对对，不过去了。坐便就是属于坐麻了，那站一会儿就好了。有网友提问，最近很倒霉，出门不是踩到狗屎就是被石头绊倒，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？这种情况呢，你一定要佩戴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配一副眼镜戴到眼睛上啊。大好的马路你不走，非往那上踩，是属于眼神的问题。有网友提问，过年想换手机，但实力不允许，请问怎么办？如果这种情况呢，你可以换一个新的手机贴。换手机贴？对的。不，老师，我太喜欢这个手机贴了，你能不能那个就现在这个即兴赋诗一首，让他们下方点击小黄车呢？啊，这是我不会，我不会赋诗。来，赋诗我不会，我真不会。点击小黄车，它库存并不多，如果没买到，来我直接播。